合理有效的方法留翻最大嘅彈性選舉主任，當個政府咧係有越嚟越多嘅係指引，反而咧係會出現咗係好大量嘅一啲不必要嘅衝突啊！如果讓一個票站主任佢自己彈性嘅處理，就變咗 A 票站有 ，B 票站冇 ，C 票站可能有可能冇，上晝有下就冇，製造彈性其實先至係製造唔公平。最公平嘅做法係每個票站都有一個關愛隊。長者或者係孕婦啊、傷殘人士，佢要係進入票站嘅話，要盡量協助。我覺得呢一個係應有之義，但係就唔係用一種好特別刻意去處理嘅方法。我覺得關愛隊嘅設立咧，我其實理解點解有啲人要做出咁大嘅反對，咁大嘅爭議，因為平時你搭巴士都讓咗啦，你搭港鐵都讓咗啦，大家對有咩咁難咧？要讓咗俾人，無論係票站嘅排隊或者其他各方面，我哋都唔能夠咧，淨係諗政治而唔去考慮啦。呢啲照顧我哋有需要，需要我哋照顧嘅人咯。